下佢。即係我哋大人咧，生活好忙噶嘛，係咪？咁啊，睇下 Judy 上嚟先。我哋大人咧，工作好忙啦，生活好煩。Eunice 媽媽喺邊度咧？哎呀，可以接翻佢走啦。好啊，阿 Judy 又真係金毛，又要跳舞，但係跳舞梗係令到你好重要，你先會繼續花時間落去啦。跳咗舞之後，對你生活有咩改變咧？嗱，其實喺我哋嘅年紀咧，大家喺唔同嘅工作都好繁忙啦。咁跳舞咧，其實令到我哋無論你做咩行業啦。無論在哪個地方工作都有一個憧憬，就是有一個時間騰出一些時間出來，大家聚在一起去做這件事，這個是最開心的地方。你覺得很對，大家很忙，我都是今早剛剛坐飛機回來就去歐洲，希望我一陣間不會忘記了。我們可以開始了。好，多謝大家。